几电话都不想接，所以请在闭上后留言。我今天任何事情都不肯做，我非常懒惰。我把脚翘起来，看着电风扇，电视机打开，把手伸进裤管，从早到晚都没人管。我要坐在沙发上，穿着我的 snuggie， 转到 MTV， 他们叫我这么 Dougie。在我的家里，我最了不起。我懒得做了，不做了，管你说什么。明天下午爬起来，可能举一下哑铃，然后出门去把妹。但我是个小气鬼，他会说 ：“You 你想得美 ，You 你想得美。”随便买几本书，假装去学习，爸爸妈妈一定会很高兴。Suckers. 要我努力，怎么可能？什么？我今天任何事情都不想做，只想整天赖在床上。我手机电话都不想接，所以请在闭上后留言。我今天任何事情都不肯做，我非常懒惰。我想要当个大富翁，赚很多钱，买让生在每个人的电视里跟大家说，我的钱比 Warren Buffett 还要多。后每次我闭上眼睛，如果没睡着的话，就想象自己很有名。耶，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里，我发誓钱。我决定了，要努力了，开始去学习。我今天从早到晚都不休息， Music never sleeps. 只想努力培养自己。第一次失败了没关系，下次一定更努力。我今天从